我一开始就说中文了啊，不讲英文了。那个非常高兴受柏林汉公司的邀请，有机会第三次参加亚洲周边论坛那个会议。那么来之前叫我稍微介绍一下有关中国的圆环病毒的情况。刚才听了德国的汉迪的那个报告，非常的精彩，介绍了这个圆环病毒的来龙去脉，那个对我来讲也很有启发。那个在座的在来自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学术专家，在圆环病毒上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我的话在这个方面近几年稍微涉及了一点内容，所以今天的话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实验室在圆环病毒的检测以及基因的特性方面的一些介绍，一些情况，简单的介绍一下，时间的话大概利用十五分钟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简单回忆一下圆环病毒的特点到底是什么。那圆环病毒的话刚才已经介绍了，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病毒啊，非常小的一个病毒。那这个病毒的话对我来讲还是比较新的，应该说。那么在临床上面的致病特性刚才介绍了，包括这么几个方面：断代指数、多系统筛节综合症、BMWS， 还有 PDNS， 还有与这个病毒相关的 PRDC， 还有繁殖障碍，以及其他的呼吸道疾病等等。那么应该说，这个病毒啊，现在是引起世界上养猪业损失的一个重要疾病之一，重要疾病之一。它的一个病毒的结构的话也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简单。它是一个单股的 DNA 病毒，长度只有1.7KB。在这个上面，它的主要结构蛋白也非常简单，只有一个重要的结构蛋白 CAP 蛋白，然后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蛋白，包括有一个 ORF3， 那么与病毒的这个引起的细胞凋亡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整体来讲，这个病毒的话，比起 PERS 病毒要简单的多，要简单。那么最近的国外的研究对各个国家所分离的 PERS 病毒那个 PCV2， 那么它的基因特点，这个病毒为什么会引起致病率的变化，对它的基因结构大家都非常感兴趣。那么这两篇显示出来的报告的话，都是证明这个病毒的话它基因上面有一些变化。刚才这哈林博士的话，他介绍了这个病毒它有几种不同的基因分型办法。在圆环病毒二型里边，有的报道是讲一型，有的讲二型。那么现在分类的话，用 PCV2B 来代表基因一型， PCV2I 代表基因二型，因为这个对这个病毒的致命性可能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另外的话，也是去年刚报道的一个，刚才也提到了，有三型基因的三型，也就是说圆环病毒的二 C， 圆环病毒的二 C。那么圆环病毒在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在中国的，那么圆环病毒的话，在中国是最早的报道是2000年。2000年第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是一个血清流行酶调查抗体的检测。当时的检测率的话，this have areas in this。当时检测率的话是42.4%，那么2001年以后，我们国内的话，很多的一些单位相继开展这个病的研究，从国内的一些猪场分离到了这个病毒的一些这个毒株。那在2001年到2005年的时候，应该说在这个阶段有很多的报告关于圆环病毒二型的。那么这个也是同时在这个时间有一个跟蓝耳病的传播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在2001年跟2002年这个过程中间，这个病的话也是在我们国内相继的逐渐的传开了，那么2000年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东西，2006年的话发生了我们这个高热病。那么在高热病发生出来以后，有很多单位相继开展这个病的研究，但是现在把高致病性蓝耳病作为是一个主要的病源。但在这个病例中间，是不是就是一个圆环
就是一个高致病性的蓝耳病。实际上在这过程中间，很多单位也报道有很多的病原的检测结果，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圆环病毒二型。那么究竟圆环病毒二型在里面起什么作用，所以我们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啊，比较感兴趣。那么在以后的研究中间，我们更加注重于这个病毒的检测。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目前的猪的高热病得到有效的控制，我想在所有的以这个病毒相以这个病相关的一些病原学研究非常的重要。对圆环病毒来讲，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圆环病毒到底在我们国内的流行病学特点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要知道这个圆环病毒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的蓝耳病有基因变化的特点，那么圆环病毒现在国外也报道了有一些基因变化的特点，特别是报道了基因一型，也就是 PCV2 PCV2B 这个基因的话可能毒力相对比较强，还有一个 PCV2C 这个病毒的话，这个病毒出现一个新的基因型，它的致病性技术在丹麦比较强。那么我们国内到底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病毒的话要注意一些检测，然后在这两个基础上面可能找到一些防控的办法。那么首先是流行病调查，我们从全国的11个省份123个猪场收集了800多份的病样。那么在这个时间当然是从2002年一直到2009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那主要来自于的地方的话，这个图上面标起来在这些地方，主要在这些地方，还包括在这个地方啊，其他地方我们都没涉及到，其他地方没涉及到，受到样品的限制啊，这个采集的限制。那么这个病毒的诊断，刚才提到它要结合临床诊断、病理学诊断以及病原学检测三个方面。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病的时候，在临床上面我们所找的病例的话，当然尽可能的按照书上描述的说，为了 PMWS 的临床病例变化，那么选择的猪的话，在临床上面它表现出来的是消瘦的，表现出来的生长是比较速度比较慢的，然后这种猪的话表现出来的皮肤也好、毛质也好啊，肚子很都不太好的这样的猪的病例来加以检测，这是临床上的表现。另外的话，在这个检测过程中间也发现很多的猪场都有表现所谓的 PDNS 的这种临床表现，那么身上皮肤上都有这种肿块，都有这种肿块，那么这个特别是在夏天的话更加表现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当然要做病理学解剖，那么发现这个病理学的解剖特点的话，当一些病程相对来讲比较短但是已经表现出消瘦的这种猪的病理变化特点，很多的猪都会看到肺脏的话，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很多都是弹性比较低的啊，弹力比较低的。那么肾脏的话，有的时候会看到上面有灰白色的坏死点，但大部分情况下面是水肿，大部分是水肿。除此之外的话，淋巴结很多的都是水肿，但也经常会看到有淋巴结有出血的现象。除此之外的话，脾脏的病理变化也会在这个上面偶尔也会看到一些出血的现象，有的会肿胀的现象啊等等，有多种表现，这是在比较轻微的情况下面。那么如果说疾病的后期，那就看到的病理变化就变得非常的复杂啊，我这两就不放了，以前我们在国内很多的讲解的地方都讲过。那么刚才也有几张片，他们前面两位教授提的时候也提到这种非常复杂的病理变这种病变。那么从组织病理学上面来讲，很多的病理的话在淋巴结上面也有出现淋巴结细胞的减少，这个淋巴结里边的淋巴滤泡的这个缺失，淋巴细胞的减少，以及淋巴细胞以及单核细胞或者基质样细胞的增加。另外的话也表现出肺脏里边的间质性肺炎，另外有肾脏里边也表现会一些炎症。这几张图的话就简单的显示一下是这样的，有这种表现，但是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没有把所有的病例都来做组织病理学检查。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更着重的是在用 PCR 办法来检测这个圆环病毒的感染力，圆环病毒感染力。那这张图上面显示出来的是在2002年到2009年的这种检测力的变化。从这个图上面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每年这个感染力逐年增加，在2006年到2008年、2009年这一阶段有明显的增加。
检测率的话超过了这个接近于50%，接近50%。那么在前几年的话，2002、2003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病例查出来都是在20%左右，所以从这个病毒的检测率上面讲，有明显的增加，有明显增加。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从它的分布上面来讲，就各个省份的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个地方显示出来是几个省份的这个变化，这几个省份的变化基本上一致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各个省份的病例里边，我们由这个柱子上表示出来的，像2006年到2008年的病例，这个里边的病例的统计结果，它的检测率明显的要高于2002年到2005年之间的这个统计结果，也证明了在这个地方也表现在不同的地区，都是在2006年以后的病例里边，这个病毒的检测率更高，病毒检测更高。另外的话，在这个检测过程中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相当多的病例出现了这个混合感染，出现混合感染。那么这个混合感染的病例里边，在2005年的时候，2005年大部分的病例都是 PERS 跟 PCV2 的混合感染，混合感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也有单独的感染，也有 PCV2 跟赫梅菲尔斯，就是附着性杆菌之间的混合感染，混合感染。那么我们国家的话，在2004年以后，出现了很多的畜牧肺炎的病例啊，在断奶子猪中间就发现了附着性杆菌的感染率有比较高，在2000年这个地方有占有率比例。但是2006年以后，这个里边这三重感染 PCV2、PERS 跟 Hemophilus 这个里边的感染率的话，就明显的增多了，大概一半以上的病例都是出现这个，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当然也有 PERS 跟圆环病毒的二重感染，另外的话 PERS 跟 Hemophilus 的二重感染，还也部分的有一些单独感染。另外的话，除了这个三个病原检测以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检测到了很多的，比如说巴氏杆菌的混合感染，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包括链球菌在内的混合感染，但这些都不在我们统计范围中间，因为检测的病例数啊不够系统，不够系统，证明这个混合感染的比例是比较严重的，比较严重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个统计结果，就是在临床上面的发病率跟死亡率，这里面有一个变化，在2002年到2005年的时候，大部分发病株的比例，大部分发病株是在6周龄到9周龄，6周龄到9周龄这个地方比较高，但是到了2006年到2008年以后，发病株的年龄的话，明显的往后推迟到10周龄到12周龄，所以很多的都保育结束或者到幼肥的早期才会有这个表现，才会有表现。所以在临床上面，这种发病率跟死亡率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啊，非常明显的。另外的话，刚才两位教授都提到了与圆环病毒相关的肠炎以及繁殖伤害，这个在国外的书上面也都有报道。那么这两个病例在我们中国的群体里边到底还存在不存在，当然是存在。那么从临床上面的病例上面来讲，这几张照片上面提出来的，我们的病例中间有很多的有这样的病情况，但是究竟他们感染了多少，我们实验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做这方面的检测。我相信我们国内有些单位的话肯定在做这方面的监测了。我想这个方面的问题的话，将来随着我们国家 PERS 病毒以及猪瘟病毒的控制，这个问题的话会表现出来的，会表现出来。好，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个感染情况的检测报检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我们在不同的猪场分离了圆环病毒，我们对分离到的33个毒株进行了全基因序列的分析，全基因的分析。那么这个图上面其实表上面显示出来的是我们分离到的这33个毒株，那么大部分都是 PM 单位死，有的猪的话是在康复以后再分离出来的，有的猪的话在发病期间是分离出来的。那在这个另外的话，要为了分析我们国家圆环病毒的变化，我们在网上面基因 bank 里边所收集到了107个中国的病毒毒株，在网上面都有了，证明我们国家有很多单位都在做这个工作，我们把这些毒株都收集在一起，来对它的基因序列做了一个比较，那么比较下来的话，它的分类也是
分成这么几个方，也是这么几个一个型。在这个基因一型里边，当然原来报告的时候一 I 一 B， 还有基因一型里边有一 C， 那么基因二型里边有二一、二C、二 B、二 D 等等。那么现在总的概括起来，就是把这 I 整个基因一型的话，它分成 PCV 二、二 B， 还有这个地方是 PCV、PCV 二 I， 就是证明我们来在这地方可以看出来，大部分的病毒株都在集中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实验室分离到的这个都有红的表示出来的，大部分也是在这个上面，只有偶尔的有下边也有，偶尔的下边也有。那么这个看得不清楚，我们统计的结果，按照年代来分，在2004年以前，这个地方，大部分的 PCV2、PCV2I 这样的一个型的话是在这个年代，在2006年以后，我们只发现了一个病毒株是属于 PCV 这个。二 B， 哦，讲错了啊，这个标记错了，应该是 PCV 二 I 啊 ，PCV 二 I 只有一个啊，只有一个，大部分都是 PCV 二 B。那么在这地方的话，就显示出来，就临床上的表现，因为在这个阶段表现跟第二阶段是有所差异的，是有差异的。那么这里边有什么联系？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联系？我们是比较感兴趣的，但现在还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研究，还没在下一步还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另外的话，通过这个这些毒株分析，就发现跟国外报的差不多，也是存在有他把我们把这个开普蛋白的氨基酸推导出来以后，分析它的氨基酸的差异，那么也是发现了有三个区域，像这个区域是有差异比较大的。那么还有一个差，还有一个两个地方，这个地方框框标出来的，这个地方进行差异比较大的。那这些差异比较大的东西代表着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一些功能，现在还不清楚，现在还不清楚。那除此之外的话，在这个分析过程中也发现了，在这个病毒上面有七个可能存在，有七个表位。那这七个表位的话，国内像浙江大学的话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啊，当然没有整个把七个蛋白的抗体那个都发现出来，但是证明这里面有一些变化。那么中国的这些变化到底有什么意义？到底什么意义？我觉得很有必要，值得去研究啊，值得去研究。好，最后我做一个总结。以上研究证明，我们这个国内外的国内的研究证明，就是说 PCV2 的话，在我们中国应该说已经广泛的已经传播了。那么自从2001年以后，而且这个病的话，已经成为影响我们国家养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病源之一。重要病原之一，有必要去尝试试用这个疫苗来控制这个病。那么现在已经国外公司已经有了，那当然我们也要国内也要去做自己来研究这样的疫苗，也有必要。第二方面的话，根据现在的这个基因序列，中国的 PCV2 可以分成两个基因型 PCV2B 跟 PCV2I， 那么跟其他国家是差不多。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在地基上面应该说没什么差异，各个省份之间没什么差异。第三条的话，就在所有的圆环病毒二型里边，2006年所有分离的这个毒株都是属于基因一型的，或者属于 PCV 二 B 这个型的 PCV 二 B。那么在这里边 ，PCV 二 B 再次提醒我们，它的致病性是不是跟 PCV 二 I 是有差异的？是有差异的。那这个我们进一步的去做研究。好，谢谢大家。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or Zhang. The floor is now open for questions. Yes. Now, 你这个分离的病例里边 PCV2A 和 2B 混合感染的情况有没有？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你认为我们这个 2A 和 2B 之间如果做疫苗的话，这个交叉保护情况应该是什么样？从同一份病例里边来检测两个基因型的，这个我们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可能在做这个检测的过程中间，尽管是做了PCR， 然后把基因调出来以后，然后做了选了三个克隆进行检测，但是没有发现说有同时出现两个型在同一份病例里边的，这没有。那么这两个型之间的这个抗原交叉性，应该说是有非常好的抗原交叉性的。到目前为止的话，没有发现，国内外都没有发现有很大差异。
而且最近国外的话有一篇报告关于这个现有的圆环病毒疫苗，然后来保护两种不同基因亚型的这个毒株的攻击，发现这个交叉性是非常好的，交叉非常好，就是这个意义的话，在免疫保护性上面，目前来讲看来，不一定有这种中方面的差特别大的差异，抗原性还基本一致。Okay. Any more questions? Okay. Professor Jiang, in one of your slides, there was a shift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from 2002 to 2005 from pigs which are younger, 6 to 9 weeks, and then from 2006 to 2009,th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due to PCV2 shifted to 10 to 12 weeks. Would there be any particular reasons for that? I'm interested in these results because the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creased since 2006. We think we know high pathogenic PRRS virus is many pathogenic in swine.High fever disease, but in many cases we can isolate the PCV2 from sample. So I think PCV2 should be very important in this disease. Right. And especially since 2006, the PCV2 isolate all belong to the genotype PCV2B. But before 2006, many samples can we can isolate the gene type 2 from the clinical sample. It's different. But we still need to do a lot of work because the sample is the straight. All right. Yeah. Okay. Any more questions for Professor Jiang?Yes, Leander. Jiang 老师讲的非常好，谢谢你。就是你分离的病毒在2001年那个时间的毒理跟现在的毒理有没有差异？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一直在想寻找圆环病毒二型。在已经在这个柱状里面存在，为什么以前存在没有临床病例，现在临床病例那么高，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么我们一直想从基因方面其他的原因，另外从混合感染的里边找原因，或者是其他的思想管理方面找原因。那其中一个基因方面的变异的话，应该像相对来对我们来讲比较简单一些，去做一个 sequence 也比较简单。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特别是在2007年、2008年，国外有报道，发现这个基因二型的话，它的毒力相对比较弱，基因一型比较强。就刚才我显示出来的那个 slide 上面有这个。那么这种报告的话，对我们流行病上调查的时候，这种是不是这种圆环病毒分离的圆环病毒二型里边的基因一型，它的分离的高？跟我们的临床上面的这种致病性的高之间有什么相关性？因为我们现在做人工感染发病试验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不容易复制这种病例，但临床上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我们比较就是想找到这种关系。另外的话，国外有一篇报告，有一个专家他比较了从四个发病的猪场 PMWS 猪场，另外再找了几个健康的猪场同时分离出来的这个病毒株，然后做基因序列分析，结果发现从发病猪群里面分离出来的都是属于基因一型，而健康猪里面都属于基因二型，所以这里面似乎有一种这样的相关性，非常非常密切的相关性。但究竟怎么样去做，我们下边应该要再做动物感染发病试验以后，慢慢的可能才会找到出来，包括这两个基因之间到底是哪个基因与这个东西有关，这个还不是很明确，需要做很多工作。Okay. We have one last question over here. Yes. How do you isolate the virus from the native
pig, for example, the Meishan, for example. Next. Second question is, have you isolated, have you seen the disease in the backyard pig, please? Pardon? I'm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say. Could you speak? The first question. Which? Have you isolated virus from the native pig of China, for example, the Meishan pig? Oh, yeah, the local domestic domestic pig. I never do this experiment. Does mean it's always because many domestic pigs don't show the clean evident BMWs clinically. So many pigs is not belong to this type. So have you seen the disease in the backyard pig or not? So many pig farms belong to the large scale. Mainly large farms. At least have 200 sow. Okay. Yeah. So primarily the tests that you've done or the samples you've taken are from what we call commercial farms. Yeah, large scale farms. All right. Mm-hmm. So 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or Zhang. Thank you.